帮隔壁家的小狗打针先。嗯，好的。哈哈，这狗蛮乖的啊，打针也。这两个还。没事。哎，他们两个好亲密，他们以为是吃的啊。哎，打针了，你们两位，大可不必那么开心吧。这也在打蛮多了哦。嗯。这个快大了。不用那么开心吧？你还在旁边哎，鼓掌摇尾。大狗狗要小心点吧。没开始。苏妮应该做那个笑的咒先。嗯。他乖，你看，很乖。摇尾巴，一直摇尾巴。你不是他主人，他都还摇尾巴。今天去割的。今天这贼。他也一晚同我们家里狗说啊。他都得严呢。乖不？嗯。我说你真成兽医了。我有这些大吧，还有个头啊，小的也是，但是小的有一点害怕，他的姿势好搞笑啊！哦，是大的叫，我大的也被压住了。这些狗狗打针怎么都是摇尾巴的？哎，你怎么还用尾巴打人家？屁股别动了，这个耍屁股一直扭了，这个。好了，抱他一会儿。一直弄，肿的多了。勇敢小狗，不怕困，不怕打针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来到我们家这了。现在跟你好了。帮打针还更好，好搞笑啊！随便你撸，随便你摸。这儿，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。隔壁家叔叔哎的狗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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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